他应该是在看自己，然后觉得很有趣。和自己的 reflection 在玩呗。这个其实是中学了，这间就是这个学校。哦，小学在那边，在那边。然后昨天就是在那里投票了，小学在那边，哎，那一边，这里，这个应该是网球场吧。网球场的下面就是那个投票的地方，我们昨天投票的地方。以前投票是走这里的，从这里走去的，只有这一次是从这边走去。好了，大选完了，现在要看那个 COVID-19 的这个。人数有没有增加？哦，不过看他们那么多人，尤其是其他地方了，我们这里真的还好了，没有什么人了。然后这个昨天看到这个视频啊，很多的这个地区都是排长龙啊，蛮恐怖的。那么多人，哦，有这个病毒的状况下，有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我觉得 very very dangerous that day. Oh, not a good time to do election a day. Okay, lah, I come see lah.